我们的鼓声，各位姐姐们，在大家的右手边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万国建筑博览群。哇哦！这些建筑的风格迥异，但格调呢又相对的统一。马上看到的呢是和平饭店，是一座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建筑。 我们在这边呢，会有一个钟楼，就是海关大楼了。顶部的大钟和英国伦敦国会的大本钟呢，结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海关大楼，我爸爸以前就在这边上班。哇哦！后来辞职了，下海了，赔光了。对，我比较倒霉，就是。你爸爸是知道你能唱歌了，所以你说赔点赔点。哎，也是，你要这么说也对，姐姐。唱一个什么？谁能唱得唱得好？薛老师，唱一个，唱一个，唱一个。 可是我唱什么呢？演员好不好？你们就帮我跟个节奏就好了吧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，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？顺应时代的改变。